烂透了。你儿子讨厌，店长强摸员工辣妈胸。基隆有名店长超恶心，他54岁，油性。再说一次，超恶心。他看上员工母亲的好身材，去年11月借故将辣妈骗来店内，趁机威胁。你儿子偷香烟，这店长要告他，怎么办？说要给辣妈一间店，又说要不要当儿小老婆，甚至推倒辣妈摸胸部还强吻，超恶心。辣妈为了要脱身，只好随口答应，我愿意辞职跟你。隔天就去报警。虽然恶劣店长全盘否认，但法官仍判他有罪。动新闻，超恶心，报道。